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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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，我刚刚躲起来了。回这把输，这把输不了，兄弟，这把输我直接吃什么都吃，而且是现场吃。罗志博，来了，这月，好像有点臭，哎，坏了。说再来一波，还想约，来呗。别看他，水炮空了，大没看，无所谓，还是欧文长，把 AD 越了就行，辅助可以不用越。随便越，说实话。哦，咬住 ，Q 一下，再烧，哇，我没看错吧，哥们儿？感觉有点太嚣张了，这么 easy 吗？就死了，来一下被躲，赶紧拉回来。下路有难过劳，回吗？差不多可以回了，再追上来，再支一波呗。来，下半区打起来，这挑飞接洛奇加台，但是被娜美救了。坏。还是你海克尔还是大的，有点猛。哎，不好说这波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屁！哎，后续练住，练住。这是 Q 砸空了，雅斯反击风暴马上好。没了，他开的了。何地有滑？雅斯也不敢跳啊。哇，那打撞了这波。这 UP 怎么二杠十的？哎，这样子拖了吗？哎，洗死了，死了呀！这么简单吗？感觉说实话有点不应该。难道这就是二杠十的魅力？就从现在开始展现。好了，不错 ，EER 变大 ，OK， 死透了，变大，哎，不好说，再 A 一下减速。月开技能放得很不自信啊，一夜完就肯定直接秒接而接打飞机，然后接 QQ 的。哎，要死，打个 RQ， 没死，他大天使，哇，没叠出来，哇，兄弟，他大天使差四格叠出来的，这波直接封神月开，就差一个技能，哇，356。都没技能放的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毛笔鬼还是得出。两个 TP， 怎么说？就用 EE 吧。对，操作不了。我觉得这个画面，如果 UP 提早十分钟这样玩的话 ，UP 这把还能玩。然后他们没有那种，他没有进攻方式，如果不去搞。反过来包个鱼，死了呀！怎么说？想办法把人头送大美，能不能吃大龙啊？鱼跟纸一样，打大龙了，打吗？算了，来了，就这波了 ，UP。那儿怒气控的很好，准备过去拍，贾克斯还把龙给吃了。对啊，感觉对吗？对吗？好像追就后悔，怎么说 UP？ 好好想一想，你追必后悔。我你没大了。那 DOGGO 是不是摁错了？没有，那个那跳的时候被那个赵信捅下来了，然后他以为跳了，然后他下了个闪，感觉他这波捏个闪，这波能打到底，我给还不行。这龙魂掉了还是结束的，掉了。UP 这边也是，这里压力好大，他这个闪掉的。哎 ，TP 落后了，这个位置，哎，真不好说啊。拉克是没进化的，来了。这一尾闪现吸一口，再红路咬。OK， 高线的头白拿，这波白杀。这波给刀哥。哇，这头如果能给到刀哥的
没事，赵信的头等于白杀，这不打吗？左边永不动摇。嗯，等会儿，咬住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还是远古龙刷了怎么办？哎，别被打住了，别！怎么说？大招挂上再接天火。我鳄鱼没咬到，可惜。我想上咬没咬到？咬到炸了！对，没进化的。救赎，下一口远古龙要 all in 了 ，UP， 这不一定要 all in UP。有这么强？毛笔鬼要留一个 EQ， 感觉有画面操作啊。这波 UP 一定要打进远古龙，一定要打，打到底，真的要打到底。纳尔没用啊，小纳尔。对，纳尔没用，过去吸，然后远古龙先拿到手。掉了。UP 没咬到吗？远古龙拿到手就赶紧逼，有逼，哇，五个，哇，逼，哇，这点位置啊。他要干嘛逼？不行，就三十分钟就等这一波。虽然他前面凝视你，这 UP 好郁闷啊！他拿了远古龙，他们也只能这样玩。好帅的逼！拿了远古龙被人团灭了，这没换到。那就是波乐哥吗？是你还这么猛？